你和我喝了多年的，从不是佐丹药，是避除有孕的药。金钟，本宫只能指望你了。别介，您指望我，奴才我还指望您呢。你说过，你心里有本宫的。奴才我心里是有您，可奴才也只是奴才，您得自己拼命往上爬，奴才才能拿着肩膀顶着您爬得稳稳的站住了。可本宫怎么往上爬呀？本宫现在也爬不上去呀。一时爬不上去，您得看看周围的情势啊。眼下十阿哥新丧，皇上格外心疼淑妃，得空就去看她，皇后也一向与她交好。淑妃若挺过这一阵去，今后就更没您什么事儿了。那如何是好？淑妃这身子骨轻轻推一把就没了，您不是一直也惦念着她呢吗？可别功亏一篑呀。又不是你的孩子，你来做什么？姐姐是来哭十阿哥的，我是来哭一哭我自己的孩子。你有什么孩子？姐姐为十阿哥伤心，自己身子都顾不上了，可总比我好多了。好歹这孩子在你肚子里，一朝降生，你陪过他哭，看过他笑，可我的孩子在哪儿啊？你的孩子？是啊，好歹十阿哥在这世上活了一场，可我盼啊盼，盼得我眼睛都直了，我的孩子却来不了了。他既来不了我的肚子里，更来不了这个世上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这汤药的味道，姐姐一定很熟悉吧？这是，你怎么会有我的坐台药？我蠢，也是我贪心，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于是便捡了你的药渣，也配了一模一样的坐台药，偷偷喝着。你也喝了？对啊，我比你喝得还勤快，却依然没有孩子。姐姐停了许久，反而有了孩子。姐姐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坐胎药没有让咱们怀上孩子，难道不奇怪？于是我就托人去了宫外，拿着药渣和方子一看才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皇后娘娘难道也没告诉你是什么吗？皇后娘娘甚少喝坐胎药，她能告诉我什么？
我来告诉你，你和我喝了多年的从不是佐丹药，是避除有孕的药。我不信。不信？姐姐，你看这方子的药是不是有错？上面所述数字经中几位名医之手绝不会有错。是阿哥，可怜的孩子。不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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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胡说。Oh, my God.